吃了差不多了，那么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我最期待的环节吧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交换礼物的环节。啊，来，我们这次的规则呢，我们先选出一个幸运小伙伴，他是第一个开始抽选礼物。我选托尼。啊，什么？好，我也选托尼。我选托尼。哇。 因为今天我觉得咱们上午团建的是托尼牺牲了自己，弄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泼妇。我们的少女来了，托尼完全是衣服附体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托尼已经取得了3票众望所归。好，那就托尼来抽选我们第一份礼物。好，行，那我就选这个红色吧，我比较喜欢红色的。啊，这应该是个女孩送的吧？ 像，我觉得现在开了，已经开了。不是要看到了你，这不是我送的。啊，不是你送的，这个不是我送的。是我送的。啊！因为陈明老师就是以前就是演了很多作品的，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。谢谢。所以我想让他也能体会到这种。 欢乐，我已经体会到了，我已经听到了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就我们琉璃接着抽，来上吧。拿这个，我感觉这像一个女孩子的，哦，看起来像是零食礼盒。接着来，这个吧。哦，好。 打开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和我一样，也送了茶。我选这个，也是个茶壶里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这礼物所送都是这个。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继续吧。 我想选这个杯子吗？果然是养生之。来，最美莫过夕阳红。这个是谁送的呀？这谁送的？这个我送的。养生专家，养生专家。你拿最大的，拿最大的。想拿就拿。打开看看。 像，哎呦，这是一台我们比我的和别妙的限定游戏机，全球只有100台。哇，这个谢谢，好漂亮啊！这画面，哦，哇哇哇，真的酸了。哦，谢谢。对，那么是否应该由我来继承这份幸运呢？对呀。哎。 又回到我了吗？我不是已经抽过了吗？托尼可以指定一位，好像这边的那个人都没有抽到吗？所以要不然，C 位的，对，C 位的蔡老师，要不先抽？请开始。啊，哎呀，哪一个是养生的？怎么也要养生的？我拿这个吧，这个好拿，这个看着好像好精致的一个盒子，像巧克力。哇！ 啊，什么？这个表情，这个盒子一打开这么小一个盒子，哦，这是一盒糖吗？真的假的？啊，这是这个英超啊，18到19赛季的英超球星卡。球星卡，哎，我小时候玩这个。18到19赛季是整个英超足球最成功的一个赛季，他们有6支队伍打入了欧洲。 冠军杯和联盟杯的前6强，这里是英超的有名的足球运动员的明星的卡片。哦呦，谢谢谢谢，太好了太好了！足星卡，一定好好的保存，一定好好保存。我觉得蔡明老师拿到也挺好，因为相信他可能对体育也会有获得有所了解吧。生命在于静止。我也找。哦，香薰蜡烛。对，香薰蜡烛，好像是一个防脱产品。 咦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二手玫瑰吗？这不是？啊，两个东西是二选一，舒美和蔡怡的。对呀，二选一了。我觉得，打开吧。
哇，花花绿绿的，我好喜欢。哇哇，哦，这是彭林。谢谢。不是，我是要说一下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日本留学嘛，就留学的时候大家都很穷，然后呢开不起空调，然后呢就夏天的时候呢，我就会买一个风铃放在那个窗户上，把窗都打开，然后那个风吹进来之后，听到风铃的这种声音，觉得很凉，就对，很清凉，就会一直有那样的回忆。我觉得一个好的礼物应该承载着一份记忆嘛，然后把这个记忆和美好的回忆带给对方就是。太有心了，谢谢。希望你喜欢。谢谢，这差年龄快猜是吧？哦，对，就一个鸟等着你呢。最后一个礼物是谁的？幸好没有。这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悬念了。是有打开的方式对吗？哦，会飞的礼物。这是我叠的。哇，那这个小鸟是会飞的。那我都舍不得拆了，对呀、啊。我可以把鸟先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跟我今天的服装就这么简单粗暴。那我先放一放，揪下来就行了。对，是的。看，五，对。这是这样的啊，这是我在央视做了一台演唱会，但是呢这个演唱会的版权不是我的，所以呢我自己做的送朋友的，哦，所以是非卖品。哦，谢谢蔡老师，抱一抱。这个好，谢谢。这个是，对，是很独特的非卖品，对，我回家会好好珍藏的。谢谢老师。你们了。这个团建会让我感觉到这些小伙伴们在工作中不同的另外一面啊，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的，哦，他的性格是那样的，原来他们都是生活中这么生动的人啊，特别有意思。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跟这些年轻人一起给我很多活力。团建就是充满了年轻人的特点，轻松的玩笑当中就能够放松心情，虽然时间短，但是呢在更加开放的环境当中，这样呢可能更利于了解对方的性格，同时又好有利于工作的开展。今天的整个活动整体已经结束了嘛，然后大家也非常的开心，玩得非常愉快，那么我们明天又将是我们繁忙的周一，新的周一，对，你要上班了，一起来，最后一起来，耶，加油啊！加油！